你们两个很好，两个都好。 那位自称十三的，拿着武林秘籍，想让本宫走火入魔。一个拜本宫为义父的乖女儿，伺机报仇。本宫自认为待你们不薄啊，可你们呢？你们呢？ 本宫要让你们尝尝本宫的手段，不出一刻钟的功夫，绳索就会被烧断。 一锅热腾腾的油会从天而降，你们思量思量。 生与死，就好比一盘棋，还有回旋的余地。既然这样，那你就尽快诞下龙子。反正棋宴大限将至，龙子是你唯一的希望。燕之，你要明白。 你要嫁给齐燕，本宫支持你；你要齐氏的江山，本宫辅佐你的儿子做皇帝。为父已经仁至义尽了，不是吗？至于光王殿下，已经做了多年的右相，那就继续做下去，帮本宫一起辅佐燕之的儿子做皇帝，这个差事不错的。 总之，你们是聪明人，本宫只跟聪明人打交道，因为不会考虑他们的尊严。聪明人只在乎自己的成长，而不会想方设法的证明我没错。所以，本宫再给你们一次机会。
本宫让你们全部活着，然后诛心挫骨，慢慢玩。陛下，真好。来，陛下，再喝一口。醉过，醉过。来，再喝一口。都下去吧。齐燕，义父来看你，还好吗？将死之人，一切皆是浮云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齐燕，义父只是想告诉你，任何时候，你和义父都是在同一条船上，只是中途发生了分歧，生了嫌隙，让旁人有机可乘。恩就因理而合，自会为利而分。是啊，所以驯马熬鹰还得从小教起。你想做什么？哎，你就别管了，好好养病。义父只是安排了一出戏。诛心之痛，总不能让义父一个人承受吧。你说呢？义父，我们都是咎由自取，但求你，但求你放过玉儿。你觉得还有可能吗？义父。
燕儿求求您了，都是燕儿的错，我求您放过他。让我再想想。姨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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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姨父。求求你了，都是我的错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老奴该死啊！陛下，老奴该死啊！陛下。Yeah.